后来咱即马搁再来掀开哈，掀开即个个四十二，我即马搁再讲一个，即个诶徛在论点哈，即个我搁讲一个啊，徛在论点的，的处别、因别、行别，啊，啊，甲即个叫啥？主力、他力别。啊，甲有限知识甲无限知识变，啊，甲即个经纶宽行处多少变，啊，甲观古来大德处向何者多少变安尼。啊，即嘛即句第七点论点讲看来哈，看古来大德处向多少即个问题吼，我坦白毋着讲，已经有提出一个证明出来，但我即嘛要搁再甲用一寡道理吼，甲恁分析，互恁听一下。这点问题要成立，我跟你讲，伊也无一定会当成立。除了他们拄啊起迄个古代经吼，往生到处净土，这份名册以外，吼、哦，这份名册以外，我即卖阁用一挂论点跟你讲啊，吼、哦，因为历史来甲看，这修行人求生两处净土，吼、哦，做一个比较，但是呢。未使以此做往生难言的论点安尼，哦，未使讲西方伊道术难，未使安尼甲讲哦，因为有时阵时机的因素，哦，众生因缘，哦，会变化呢。安怎讲呢？譬如讲，如果你胡乱肯定，对未来有那真歹交代。你在徛在当时迄个时阵当掉。唔得看较济，唔过未来未必有那平平继续延续的落安尼，因为因缘的变化，哦，这个就是因为伊无先见之明，安听吼、哦。但是即嘛，我要甲咱讲，讲什么时阵佛法传入咱中国，就是伫这个东汉明帝时阵，拄啊公元六十七年，哦，公元六十七年呢，净土宗。法量的时机就是伫四世纪啊，就是伫东晋太元十年，等于公元三百八十五年，佛法传入到咱中国多三百二十冬，哦，较去弘扬净土宗。但是呢，这个中间吼，这个公元三百八十五年，今年道安法师发量到处净土法门，哦。但是皈依弥勒，所以求往生到处净土为主安，这是道安法师。不过道安法师的徒弟一个叫做慧远法师，慧远，弘伊即嘛伊就讲，师父弘扬道术，那么我就来弘扬西方安尼。哦，两个师徒两个人的意见无同，所以求去的因缘无同，所以这个叫做莲宗的初衷。莲宗是去讲净土宗，你知影吼？所以这个经典中的记载吼，慧远法师不那带真济弟子，哈，但是呢，带真济弟子修往生西方哦，唔过干了一百三十六个往生西方结龙了，因为伊当时发量多五千人去哩了，哈，但是东晋隆安两年，就是公元三百九十八年，占到。净土宗的法量在公元三百八十五年，现在这个所在公元三百九十八年，咱中国有一个大德叫做法显法师，法显伊去天竺取经十三年后回国，著作一本法显传、哦。但是这本法显传的内容有记载，现在看哈，记载伊初初踏入北天竺，在北印度，哦北印度了有一个小国的名叫做德力，这个国内吼的修行者拢修往生到处净土的，安了解无？这个是小所在，但是德力国有一尊弥勒圣像悬八层，啊、哦，悬八层哦，那是遇到这个六灾日。弥勒菩萨拢会发光，迄阵八堂的弥勒菩萨拢发光，哦，这是法显传内底记录的，
哦，因此引起着邻近的国家，拢总国王拢来供养安尼，供养迄尊八等的弥勒菩萨。因为伊来发光啊，六三四就发光，所以呢，这个弥勒现象的由来是安怎靠迄尊八等的弥勒菩萨，就是安怎有一个阿罗汉，用着神通力，哦，带一位调解师。去倒数净土看弥勒菩萨的观度甲相貌安尼，好了后，即马看了，甲等下照伊的面貌来雕刻，雕刻了，前后，伊拄啊即个罗汉吼，拄啊带即类雕刻师三遍去哩倒数落去安尼，同伊心通了，有那刹那就到，互伊好好拄啊观察，安怎样吼？但是发现，才发现顺即个领西南行。看到真济土众有家己雕塑弥勒菩萨的圣像在个雕牌，哦，发现访问到一位一个迄、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哦，他知影讲，这个弥勒带动到这个弥勒圣像这个风气，哈、哦，就是自佛陀涅槃后三百年较近啊，这啦，安尼个想看卖啊，佛陀是伫公元前一千年出世的呢。到这个公元三百九十几年，你甲想看嘛？安尼在安尼甲看起来，在印度那边已经修弥勒法门，上界无道修有一千三百年。你甲想讲遐求生偌济人？啊、哦，一千三百年，大家佛陀涅槃了，就开始去修弥勒法门啦。安尼都拢当求，拄啊一千三百几年。你甲想卖，哦，涅槃后三百年咧，安尼上界慢慢修一千年啊，哦，所以这个所在成团啦，就讲未来弥勒大师继承释迦，传授三宝到迄个所在，哦，所以呢，靠有弥勒因的这个风气啊，我你讲哦，天灾实在是少见多怪啦，哈，对不对呢？人家规个国家土著的迄个原住民啊，规个拢个盛行在即个修弥勒法门啦。恁拄村里老大藏经，你甲看发连段，看有遮技术无？吼、哦！但是传记中个在说明哦，发现到即个苏州国，吼、哦，听到一位天德的修道人，吼、哦，说明现及前佛供养一半，吼、哦，对即个第一佛。啊，到到尾螺丝粉都共用一个半，所以定下说明弥勒下生初转法轮，三会两化度释迦牟尼佛为法中的弟子，人遐得个成团啊，师主国得个成团啊，啊，这都有影啊，人这个个菩萨出大经啊，有甲恁讲哦，今仔日伫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面前皈依的受戒三宝弟子，原来会当护两化初会啊，有皈依的会当护二会。有念佛的会当护第三会，吼、哦，这个菩萨出大经就安尼讲，所以这个应该讲的吼，拢都烧香啊，吼、哦，安、啊、听有无？哦，这个讲个真清楚啊，所以我跟你讲，我对经典甲看，啊，甲对这发愿单独看，甲因当时迄个师祖国的成团的，算是烧香，吼、哦，所以我咧讲哦，人看咱今要学佛的人。一定要看经看情况，难道安尼我都看无看无无看无看？可能还佫有真侪记录我看不到的。哦，啊，绝对袂使讲看一遍，就讲废读一遍啊，安袂使即啦。你甲看，人因咧，迄、那个发展段的记录较侪。那么伫短期中，咱来是当明白，因为咱佛陀涅槃三四百年开始，靠弥勒的思想伫印度。哪里来讲讲？最少在印度嘛有盛行八百年啊，哈、哦，四百年开始，佮这个所在唔到三百年，安尼来加算起来哈，伊讲上无最少盛行嘛八百年，所以徛在法师哦，伫汉地比较盛行西方净土，你就讲断定往生难易的差别，算是不敌嘛，哦。对不对？不敌你听好无？无智慧啦，乱断定啊！
吼、哦。所以咱佛法，搁再讲一个方面啦。佛法上较注重是因缘法嘛。因缘法，譬如讲今仔日无，未来无一定无啊。你徛在东西是因为慧远法师传承来，有是无唔对，到遐有中断。但是袂当讲经典已经甲你记录啊，未来都无一定无啊，嘛会有。所以即个讲无一定无，所以佛法各种的信仰，伫区域性的，有哪有形有衰啊呢？这属这个代志，所以历历可见。何况伫大宝积经内底哦，即马即个要转话题啊，哈，要注意下。我个客，啊个微妙积经，哦，那么佛陀有交代真清楚。末法时代是弥勒护持三宝的圣人呢，末法时代哦，哦，所以时间是佛陀别度后，下后五百年开始啊，遐敢是后哈？如来别度后，后我必须开始，伫末法时期弥勒的思想，才开始成型了。后五百年，他开始成型了。当时是无成形，这是对啊。唔过五百佛陀别后后五百年，才开始成形。啊，是安怎开当看出证明？我即马甲你讲，我咧讲，这可能有哪一个因素？哦，因为大宝积经摩诃伽协会，我再甲你讲啊，迄个就是即个个八十八卷内底念摩诃伽协的佛言，讲东来末世后我必说。有相续三文心比加者，非灭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修集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门。哦，即嘛即句话就讲大徛摄，伫即个个大宝积经的摩诃伽协会中个大徛摄尊者，伊先甲佛陀讲，因为大徛摄知影未来后我必随中间有真济假修行人，甲假出家人，哦有亲像尔啦，唔是真正出家人，是亲像。啊，唔过伊个身躯那皮甲色，吼、哦，伊嘛无即个亲像身躯皮甲色会得出家，伊事实是个毁灭佛陀的犯呢。啊，你甲想看嘛，即嘛是唔是得济人？吼、哦，伊所修即个讲如何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毁灭在犯。那么那是由这句话来讲哦，拄啊亲像《楞严经》内底阿难含佛陀讲，讲末法时代，邪书说法如恒河沙数，啊，迄算一个毁灭如来正教。啊，搁在当时佛陀伫金刚座里，普顺甲伊讲，讲我今日无法力，我白日来当你末法。在中间，我甲派我的魔镜魔孙来出世，出世来穿你的衫，戴你的服饰，开来甲你拜你的教安尼。因佛陀甲哭出来，啊！你甲看，迄句话算咪应的？今仔日，啊！你甲想讲，今仔日对这个佛法讲了出入真大，都唔是安尼讲，刷遐唔是魔镜魔孙嘛？对不对？你去西方净土，你九品爱讲讲好详细，你开山干干那个叫人念佛，安尼算一个白佛教，迄算不是邪书。我咧跟你印的，你应该听会落较对，吼、哦。但是即卖下第二段，你是世尊故无巧舌，你无以处闻无如来何以故巧舌？彼夫痴人是了故哦，如来不说，吼、哦。以恶欲。故其心妄执邪行贪着，其实当来末世后，我必随无有诸众生故作善根，其心清净，令报佛恩，修护我法。先慢着，摩诃伽叶讲了，换到佛陀讲，摩诃伽叶对答，对答伊讲啥呢？吼、哦，你用你唔免用这问我，吼、哦，为什么因为讲其实？在戆人吼，实在有过分的苦的苦恶安尼，过恶就讲过分的苦恶，吼、哦，如来无爱讲伊啊，因为伊有错误的欲心，所以呢，伊的心是妄执、邪行、甲贪味，贪个贪味啦吼。听下，当来末世哦，后我必说，
虽然有在写书真苦哦，真过是真苦来讲，不过有我必须有那有一挂众生，因为伊有善根，哈、哦，伊的心清净会当报答佛恩，会当修好我的法安尼。所以这个时阵都乌白，佛教中有乌白安尼。有一挂人是个破坏佛法，有一挂人是个护持正教。这两段佛陀讲安尼，啊，你家想，什么人叫护持正教？什么人叫破坏佛法？哈、哦。你小可动点脑筋就知影，但是今麦来伊换到其他说法，佮讲世尊，吼、哦，这个弥勒菩萨哦，拄啊伫这个法会中，如来护持，吾当来世向我必说，法了必是如来无量阿僧祇所接的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宝地法，悉念修好，后来显管咱头个了佮讲，吼、哦。刘彦公说：“何以故？世尊，处弥勒菩萨吾当来世当见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嘛在当时法会中现得上来，今嘛这个大家晓得个，伊介绍安尼，介绍讲这个弥勒菩萨住伫这个所在呢，哈、哦、啊，佛陀你看唔该护法何伊，一个责任何伊，一个使命传何伊，哈、哦、叫伊。”求我必随的时阵哦，迄、那个佛法灭灭的时阵，哈、哦，迄、那个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修的，要正常无上菩提这个法，哈、哦，佛陀你看书边和这个弥勒菩萨叫伊修好，安听话，叫伊修好，叫伊咧留言讲说啦，哈、哦，为什么呢？伊讲世尊，这个弥勒菩萨是当来世应该爱正。如来当前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弥勒佛是未来佛啦，伊嘛是爱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请世尊一个使命该交代好了安尼，哈、哦，交代好伊。所以你是世尊，即身有手，摩顶弥勒菩萨摩萨顶，复时间弥勒，我护将你当来末世向我必随正法，必是你当修好佛法。情报莫能断绝，啊！这个书名，这个书名交代弥勒菩萨咯。现在伊要交代，伊即马佛陀村正手可能，总加放伫这个弥勒菩萨咧塔个顶顶，啊！甲甲讲讲弥勒，我甲你附上，啊！当来末法咧中间，这个后五百后五百年啦，就是这个两千五百年，迄段中间两千年后。这段中间咯，正法特别灭啦。不过呢，你较紧修好一下，和佛法精宝卖断绝的安尼。啊，注意。那么，要主将正法重新扭转回来，谁要担起这个责任？安听好不？啊，所以这么来哈、啊。好，这段中讲，咱交代佛陀交代哈，交代这个弥勒菩萨。迄、那个法伯伯随你看修哦，佛陀讲报嘛吼，佛陀讲报等于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正法，什么叫做圣贤经，安尼三宝啊，即马来为莫结经的上辈也白骗，哦，我即马佫提出来含大家研究，吼、哦，安尼来得个，因为这两本经典都我看有着吼，啊，我都采取这两种资料，这个是为莫结经的上辈骗阿白骗。啊，即嘛即片的中间吼，佛陀甲弥勒菩萨讲哈，即嘛即段吼，恁爱看好啊哈。吾是佛告弥勒菩萨，弥勒，我今已是无量阿僧，无量亿阿僧祇劫，作吼所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说无逆，吼、哦，如是背经，吾佛灭后末世之中，逆定同一心力。公旋流步无言菩提无量断绝安，这段第一第交代。这个交代伊即么是去讲佛陀甲弥勒菩萨讲，弥勒，我今仔日吼，我今仔日因为我今仔日伫无量一劫，阿僧祇叫做无量所，吼、哦，我已经修集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啦，要安怎样未来成就不退转？这个法语我已经拢总知影，我个人修的安尼。
比如讲菩萨三遍为安怎修，对吼？迄就是啊，地藏菩萨安怎修？啊，你个大众先讲什么法？啊，地藏菩萨安怎修？这个系统流程，我讲系统流程听好不？好不？系统甲流程，都安怎修安怎修修起来？我已经修出来了，啊，我已经讲出来了，哦。伊讲安尼哈，我附属你，我修的过程，我甲恁讲了，我附属你。好、哦，伊讲所修的这过程啊，才经得着。好、哦，佛灭后，在末世之中吼、哦，你用着你的神通力来广宣六波，但这个念菩提的人，这个叫做南瞻部洲，但南瞻部洲公团。何在大乘成佛的法，唔通我断绝哩？你家想讲交代咪咧？不过我即马甲恁讲吼，当时即个鸠摩罗什印度译经，啊，咱有甲咱讲过，鸠摩罗什是舍利弗在乘，所以地位非常高。但你敢知伊要完结的时阵，伊译经译到上过程了。伊交代有四五本的经，未使无讲。第一，伊讲着维摩诘经来讲；第二，讲着法华经来讲。啊，你甲想看卖，为即个个鸠摩罗什即类菩萨，伊就交代啊，甲过去，搁再有三本，哦，加上金刚面经啊三回。啊，那这两本，即伊所交代这经，即个就是佛陀的话，世尊所讲的，即大乘经啊。咱嘛讲两本啦，讲着两本啦啦吼。啊，那要甲讲金刚经嘛是啊，听好无？啊，即马你甲想讲，即个末法时期，佛陀即个末法，即个末世之中，人伊甲交代你用你的心量，吼、哦，在经继续大乘的即、這个，要安怎样正常无常波的即个法义流程，吼、哦，你一定爱来宣说啊。啊，即马咱是弥勒菩萨的弟子啊。我现在是不是有这个照这个意思来做这个工作、哦啊、你将来、哦、我现在跟你说、哦、今天你是听经、哦、听经你今天意思说你今天可以听到这个妙法莲华经就是我们大家过去法师王世观没要求生净土的人、哦、靠这个好因缘听到妙法莲华经这是在法师品说的、啊、妙法莲华经法师品说的但是恁听听，注意我恁讲，恁白日有那爱讲妙法莲华经，到有一世，你一定爱讲妙法莲华经，因为这个是诸经的必备宗啊，哦，诸佛的必备宗。我即马讲给恁听，什么后悔有一劫，恁绝对有那会讲妙法莲华经，我众生听。安听，佛陀会切劝你讲妙法莲华经，我众生听。啊，你敢那无努力？较紧努力，就较紧成圣。安怎样？啊，下车肯定来听，就是咱大家拢无求生净土意愿，就是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所以我想甲大众讲等讲，今仔日皆听闽南话人，今全省我安尼讲起来，应该有千万人。伫讲等去听，咱的地主哦，当然是有那一半个，也是别类皈依来听，有那有。凡世在人。未来七度八度，有哪有千分？同一个时阵，有哪有千分？因为即马过去、现在、未来，就过去庄严劫有千分，啊，现在劫、现劫有千分，未来生死劫有千分，凡说七百、八百、百到九百，那买当成就这因缘啦。安、啊、听好无？啊，恁今仔日若是讲修啊修，要搁脱这里，当然就伫人那个啊。不过这是我预定，我希望会让今年再达到这个水准出来，好诸位将来有哪伫这圈圈内底人，但这个娑婆世界内底有哪完整流转来广度娑婆世界众生安尼，哦，你哪相信啊？人迄个保阳如来当时做这个药王如保阳如来当时做转轮圣王。啊，到出世的迄个个药师如来迄段时代的，吼、哦，
做转轮圣王叫做宝盖，宝盖转轮圣王，伊是穿个囝，是穿个囝，当时就是已经伫迄段中间修行，啊，这是穿个囝呢，就去供养到这个药王如来，药王如来供养了，其中有一个叫做外界王子回来，讲除了物质供养以外，敢搁有其他的供养？所以天人较讲，讲有，啊，搁有最殊胜的法供养。伊讲什么是殊胜法供养？你去问，你去佛所去问这个转轮圣王安尼，好不？这个就是伫这维摩诘经后边遐，你有看好无？后边，啊，即嘛这个伊去问了，迄、那个转轮圣王宝盖就是。就是这个什么阎如来，哦，啊，即马这个外界王子，就是今仔日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当时因拄啊一千佛的中间，你去出世做这个宝盖转轮圣王的囝，啊嘛去含迄个个药王如来结缘啦。哦，啊，咱即马唔都撮撮一大堆，啊嘛是会当含未来佛个在结缘，受到未来佛、弥勒佛的甲你教养。啊，冇可能，咱摆出来成就一个不变的团体啊！听好无？这是我以前啦，那是唔对，求诸佛菩萨下面。好、哦、啊，唔是安尼尔。即马不管在家，大家若有信心，大家嘛是未来往生到处净土富量啊，三辈。这不知下生经给讲讲，什么人传两八万，什么人传八万，什么人传八万呢？不知呢？我都跟恁讲过，已经伫这个国土里。我带动一百万人出来北关斋戒啊！哦，啊，我乃是金生金世，我就跟你讲过去就出家过啊！啊，我今嘛不是去讲大乘吗？是不是？有好因缘的人来听大乘，无好因缘的人来做北关斋戒，啊，是不是未来拢总会当圆满？哦，所以内底伊唔得福德富。护教这个弥勒菩萨嘛，但是这个弥勒菩萨听了后啦，别复言，世尊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要注意听哦，当令手得如是等经，哦，无极念力，殊受持陀相，为他演说，世尊若修不舍，有令受持陀相。为他演说，当地是弥勒心力之所建立。现在来个解释一下，因为伊即马唔得佛陀甲讲，我已经积集无量阿僧祇劫，要如何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系统？我已经自从我修行开始，对对开始，对对结束，我已经收集起来，我嘛收起来。哈、哦，因他讲你一定爱将心通量。该宣说到这个阎浮提里来呢，哈、哦！但是这个摩弥勒菩萨听到了，他讲世尊若未来世哦，佛陀的当时的未来世，那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哦，这个包括我，啊，加包括诸位嘛，哈、哦！我要让伊得到如何？修持无上正定正觉的这个大乘经观啊，呢，要让他得到这些法器，伊讲伊的念力，何以修持陀相，啊，搁在下当为人演说。那么今仔日吼，咱这个在这个发书片哦，妙法莲华经发书片，人有讲哦，讲如果即卖时阵吼，那是有结陀相妙法莲华经。咱才刚开始去读啊，有啊吼！你敢知人佛陀特别好精进成分呢？要好伊将来为人演说呢？啊，那这个为人演说，这个法师啊，是要切肯就佛陀要切肯你读的呢？法师品是不是安尼写？恁有读到法师品未？第十品？阿未吗？哈？阿未吼？恁有读过没啊？这个好佛陀切肯去讲妙法莲华经，这个人有三大要件爱成熟。第一。一定要有大慈悲心，第二要有忍辱柔和的心，法师品内底有写。第三一定要解空，能解空义，这个才会让佛陀
书名上叫去讲庙联络经。伊即马呐对一个所在有去讲庙联络经，佛陀就切肯两天八部来听。所以这段中间，伊即马佛陀搁在讲世尊，那修不舍，下当修持脱相，搁在为他演说。伊讲你也知影是弥勒的心力之所建立的，就是弥勒菩萨给加持而建立安尼。安尼，这个就是包括自力甲他力嘛，对吼？哦，这话就真白就安尼啊。是弥勒菩萨，因为伊本身有这个心，啊，个弥勒菩萨甲加持，可以建立较殊胜圆满啦。吼、哦，啊，我早就甲恁讲过，要修行吼、哦，绝对一定要照迄个顺序或者是开位嘛。啊，恁应该做什么工作？对不对？啊，你甲想讲这个个大乘起信论。伊就计讲，下当建立个十信路，一定要求，一定要修过十千劫啊！听无？下当对这个十信路建立起哦，头前要修过一万劫，想看卖啊？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若无好好正常缘甲累积出来，你哪有可能建立到这个佛法的大乘？啊，若甲讲安尼讲呢？十信路来甲讲是十千劫等于一万劫嘛？啊！你搁在下间讲大乘的人，你看受几劫去啊？吼、哦，甚至一定爱靠自力，啊，靠佛祖的加持力，这得讲安尼嘛。所以咱即马搁在看哈，今为世尊之佛法时期，也就是弥勒菩萨护持三宝之期啊，对吼、哦？因为佛法要灭了嘛，啊，人世尊改讲三宝的法，搁在好弘扬起来。所以佛弟子如果了哈，对弥勒菩萨有关的经论法义产生怀疑，或者是妄加评断，实在是不对啊！听不呢？是不是已经等看无够看呢？论断论断呢？这个维摩诘经的属类品，啊，加这个个般若经的这个解释文落来，讲到这么清楚。啊靠！伊就讲，即马去行道士正道，人都本来去行上好，伊就迄个法师就硬要共拗过，那叫拗啥？我共拗啥？吼、哦！已经宣告，闹错我，吼、哦！意义弘扬，闹错我，吼、哦！未使闹会讲啊，啊了解吼、哦？但是这个三言二处，三论之度，就是讲这个。净土十二论的第七义度，作个往生安乐十二，以及这个净土论之二，这三论的度作，算是发出错误的这个论调吗？好、哦，用安尼来甲看，是不是有错误？好、哦，都太贵嘛，哈、哦。所以一千四百年来哦，因为因是伫东调嘛，哈、哦。东调是伫迄个时阵，在作者在怪发书的对了，怪孬书了哈。听无，在怪老鼠，啊，就开始去放倒数落去，吼、哦，算是输哦，倒数前途蒙受真侪不必之冤，幸好因轮调落，然后准未拄好去，安怎样吼？所以有那害着真侪后世说了之后，伊无要探讨，随便就开始轮调呢，都讲啊，无啦，迄、那个输出角度是调的关系，即我现时听到当今的法师过来安尼讲。啊！你讲那边你求生，迄个是对哦。你要求生，相是对，但是你唔通乌白讲讲讲诶。干那三句不离念阿弥陀佛呢？三句不离啦，吼，安怎样？错，真的错，吼、哦。所以今来这害就真济啦，吼。所以这个看来无要探讨，啊，就随便论调。错说道术的不足甲不是，也误了真侪无来的众生，错过真侪好因缘啊！阿嘛无法度啊，即嘛时代较现起来嘛，即原来是佛陀知影啦吼，佛陀知影，其实弥勒净土唔是以天上净土为思想中心哦，唔是讲叫咱去写呢，因为伊最重要是实现人间净土，所以当然是积极推行地球上未来带动世界实现。这个是上在重点，因为现在是五浊恶世是流法的时代，道德衰败，
到将来一定要得到复兴，复兴这个五浊恶世这个粪扫地，它变成黄金地嘛。哦，这个是重要，因为伊伫遐等人，啊，未来下生人间，和、哦、这个国土变成新国土。哦，这是重要事项。所以求生到处净土的众生，记得哦，唔是要去遐享受，哈、哦，唔是哈、啊，你叫好。事实讲，咱是不为生死呢，唔惊讲搁再生、搁再死、生搁死呢。咱就是要当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的菩萨行者呢。听无？是安尼呢？迄、那个《上生经》，咱有甲咱讲，迄第八页还就甲恁提示过啊，迄头前拢讲过。是事实是安尼呢，唔是我啊。这个五浊恶世无好，我不爱大，我要来去想迄、那个为天去护人迄种的心态呢。啊，即嘛在说法求生西方的，有那是种心态呢？唔是安尼，咱唔是安尼呢。咱去的所在到人修，迄、那个人修五万七千回中间，咱就来安尼。来了就开始阿在照下，将来随弥勒再度三宝，一切的众生搁在净化人间，所以回向其中有明确的说明啊。咱有回向是安尼啊。原生到处净土中，连开即见诸尊量，五体原生第一即开悟呢。像无生法忍呢，将来我要搁对弥勒菩萨眼睛中呢，弥勒菩萨的工作，三会两法空过办了，吼、哦，我将来有那要改演说和弥勒的大慈的精神，要搁开始演说净宗，和众生了解净宗就讲。要搁再甲众生解说明迄个真实体呢？什么真实体？算不是无生法吗？就是这本第这个典观第一嘛。吼、哦，咱先证第一了，将来要搁含弥勒菩萨迄个大慈悲心，要搁再来演说这个真相度众生，要搁再来演说真的佛法呢？这个叫做演真宗呢。咱的愿心是安尼呢，对吼？安尼有啥唔对？恁要去西方，恁去，卖共断只个路，安听无？恁要去，行恁个路是对，恁就安尼就安尼嘛。但是绝对袂使断这边个菩萨道路，袂使安尼做，吼、哦。所以最后阿哥有一挂事实需要甲咱强调，吼、哦。有关书中人物出生的时期，从头前即几页安尼，包括再强调者。哦，即个高强调一下较赞，因为发现段的作者发现大师，好、哦，咱即马讲下，这个西域出境回国后，就是一进弘四十二年，定于西元四百十冬。西元四百十冬哦，咱即马看，这时间爱对啊好啊，四百十年，哈、哦，搁再来，佛说弥勒观，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到处多提个译者，就是这个。这个自具精神，哦，这个是向路的人，哦，但是方为安阳河，不过呢，老宋元嘉十二年，西元四百三十九年，伊甲杜留三号游学西域，哦，甲回国后甲从事易经的这个工作，甲易经的这个。拢总十六部十七卷安尼，所以这本《观弥勒菩萨上升到处道天经》是这段时期。安听话，安尼起来呢，甲算起来都比发现，哈、哦，拄啊好万十九档安尼。你话对时间表哈，对时间表，但是这个道场，唔得写这个，写这个个往生安乐集这个法师啊。伊就是净土宗的第二座，因为第一座是慧远，安怎吼？不过伊是生在西牛大定八年，等于西元五百六十二冬，安尼即个拄啊万只万偌久，拄啊好万两百几冬啊，对吼？这部《弥勒上升经》翻译等来了中国翻译已经两百，因为伊即个所在是四百三十九年较早。所以这个是五百六十二，应安尼算起来等于万一百十几档，哦，
伊到尾都死伫迄个个洞监关十九年，都等于六百十五年。安尼你安尼甲算起来，想看卖？这段差两百年的中间，难道伊无看到弥勒菩萨上升到处都天经吗？我这样就是有疑问的，以前那该要调羹甲多转，这个就是我对伊这个经格经的这个格吼，我感觉有可疑的点安尼。你能看时间了无？安尼对有对，对会对呗？是不是万两百年？万两百年难道无安尼吗？搁再讲呢，伊这个发展段难道伊无看到吗？无看到发展段内底讲。人那边已经求生到处的多少人啊，他不看吗？以前那个地方要跟他说这样，可再说站在是当代精神啊，尽管年间是站在中安弘法寺修净土法门的、哦、啊这个尽管元年是公元六百二十七年，他刚含这个道教讲的时候嘛，这头前有写过了、哦、头前写我看看有无？只有写迄个公元了，头前这个个二十三页，贞观年间，吼、哦，徛伫中安弘法寺，吼、哦，有无？徛中安弘法寺，对看卖啊，看我写有出入无吧？吼、哦，啊，这些是贞观元年顶的公元六百二十七年嘞。啊，公元六百二十七年，是不是差这个个？迄、那个个弥勒上升经翻译等下，才已经差两百几年啊！啊，搁再发现段嘛是差两百几年，因为发现段是迄、那个个西元四百十年啊，安尼嘛是差两百几年。这两个佛教中的这个个净土宗的代表人物，因根本拢无看到这两这个代志。啊，你个想讲因安尼？安尼讲哦，论时间啊，这两个大家应该有看过《上下仙境》啊，某一段。好、哦，为什么因要做不实的报道？这算是心态有问题吗？对不对？因为看一个法师哦，今仔日啊要刷到是以经为基呢，爱以经为实啊，安那会使讲黑白家己偏执，这个是不对的啊，安尼是有罪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你今仔日若是无好好深入经藏，你嘛会妨失你啊。听无啊？我都念佛得当去啊，我念佛得当平安啊。难道你念佛会平安？这是一些小成分呢？你无忏悔、无断烦恼是未平安的呢？你念佛得当去吗？你今仔日若无彻底佛前忏悔，按照三品九相这个基本条件去修，哪会当念佛得当去？啊，哪个念佛得当去？当时为什么？迄、那个李炳南老居士伊家己讲，讲我带动2500、2400位念南无阿弥陀佛，有资格通去的人多五位。吼、哦，李炳南老居士是伫咱台湾岛内底一个真优秀的居士呢。伊跟他讲安尼，啊，你敢无看到李炳老师伫个威严？啊、哦？啊！你今仔日唔得好好深入境界，安听无？哦，总是袂使胡说八道来误导众生，以讹传讹。你家己唔捌，佮自从你唔捌的讲出来互听。啊，道出这三位，哈、哦，加这个个天台宗的这三位，用伊的唔捌当作知，啊，佮来讲唔对去啊！这是真费镭呢，你敢知影？佮条更加帮助来警告的呢。好、哦，这段到这。一段了，现在我们来看这段往生西方净土和到处净土修持难易比较，现在下面要讲这段特意讲了，现在来讲往生西方和到处修持难易比较，因为问题出在西方是一般的讲是大乘净土，而这个到处是五乘净土，所以这个有一个比较，现在我们来看好、哦、先做一个祈祷，也好，安怎样吼？这个无讲我背袂使啦，啊，讲我背头前迄几个会得失着人，这是这个代志，因为我讲了真露白，敢是露白吼？这个敢是安尼讲？过去敢是安尼讲？表露了真白，
啊，可能因来听到了，听到了，有那不是滋味，最熟悉的代志哈。今仔日阮小弟含我讲两句话，啊，佮谈论我的这个情形。伊讲长道法师，阮小弟即马叫我长道法师，较早拢叫我文川啊，因为阮无叫大哥、二哥啦。讲我伫外口一片听着人讲的吼，伊即马讲啥呢？讲对你赞扬的真济。阮这第三小弟是加。哎，小弟叫做白亚玲吧哈，这加班的，伊迄个学生的父亲，我那做者副教导，评价蛮高的安尼，伊给跟他讲我听，啊，即嘛，阮小弟这第一讲，我那有一部分的人，皆对你有一个排斥安尼，伊讲伊要甲我讲，叫我唔当怀疑安尼，讲做你讲，伊讲吼，伊讲你伤过坚持安尼，后迄个无素质，你无要讲修改。好不好？哈、哦，用你那安尼，人讲你会安怎？你会用断人诽谤？对哇，我都讲过，就是安尼嘛。不过要叫人一个都说这个可能，讲我今仔日就是要叫遐长期间伫这个三宝内底唔熟悉的人。但是当然啦、啊，有人甲评断啦，较早嘛做个法师甲讲，讲我会讲绝缘啦。不过无要当在人，确实会绝缘。也是要当灾人才会绝缘，看无？所以我甲讲，今日我坚持。伊讲我转不过来，我转得过来，但是我绝对要甲转人，我无要变。较早嘛有真侪法师甲评论啊，但即马足侪法师有那对我计讲啊，讲绝对爱当灾所说啦，受我影响啊。所以讲，咱唔敢讲修行哦，未使随缘，未使方便，随缘到尾会绝缘。方便呢，到尾会失落嘛？对哈，未使我方便就好，未使你做。今天一定要坚持，安听无？但今天我讲这话，有这个撇意，我那坚持。因听到因，我那不是自卑，因为我讲了是白，不得已啊，哈、哦！啊，好在众生听者，所以今嘛别讲往生弥陀净土到底是安怎？因为注意阿未探讨两处净土往生因缘的比较进程。咱今麦先来看《佛说普遍经》，吼、哦，这个情形，西方净土甲道经这两项还未要探讨的进，咱先来认识西方极乐国土和娑婆世界的时间来对比一下。因为这本《佛说普遍经》内底，还佫会当认识其他佛国的时间。今麦对这两个时间，这是先来看，因为安尼较会当适合你更加了解娑婆人类。会得岁寿命，等于他方国土的产啊！对了，咱这的寿命正好食饱一百岁，人别的国土都劈一安尼尔，那就啥？那就电工，安、啊、了解无？那就电工，那就迄个两块石啊，甲劈一迄个灰工安尼，啊，甲迄个闪电安尼，咱的寿命直接一百年哦，人遐都劈一个产啊，就消灭啦。所以这个生灭的定义吼，您一定要去体会出来。众生有生灭的无？以大乘来讲是无生灭，吼、哦，您也知影。所以今仔日佛说普遍经讲，内底讲逆时诸比丘别佛言：世尊，世尊，如是诸佛如来所有寿命中断定化呢？吼、哦，这句话就是这个先有一个比丘问世尊呢。讲诸佛的寿命如来寿命有长短无？所以佛陀甲比佛各诸比丘逆定得停，同为逆算。吼、哦，比丘我处娑婆世界现劫，释迦牟尼佛国土，无安乐世界为一日一了。吼、哦，若安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一劫，像定于沙洞。吼、哦，沙等于迦叶同世界为一一了。若迦叶同世界翠金刚佛国土一劫，吼、哦，无不对转轮方世界现快光明毗头摩护心如来国土一一了。吼、哦，即卖咱来甲看，这段我解说一下。佛陀他甲这个比丘回答，讲比丘，我这个娑婆世界现劫一劫。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国土，哈、哦，都要等于西方极乐安乐世界，是咪就这样？哈、哦，如果安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西方极乐国土，直接都要等于加西同世界，是咪就这样？安听哈、哦，加西同世界翠金光佛国土直接。阿多定以不退转轮方世界先快光明比头魔复兴如来国土为什么之间？安尼咱才有可能了吧？安尼啊，看好无？咱这国土吼、哦、是一悲哀啦，较会带着这人安尼，啊，这都啊这人就是无正经的人，较来带这个国土嘛。安尼啊，阿多出一个大慈悲心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边做人，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你唔当走啊，你就好好在这，通好度在众生，对吼？迄就是啥？迄、那个弥勒菩萨上天到处做念经，迄个地碑啊，讲就讲、是、过去伊就甲咱教育，叫咱卖惊生死，好好在这，出生入死来这度众生，哈、哦？想看卖啊？啊，所以咱要对这个两个国土的这个时间，甲三个国土死就安尼来甲看，这个先来了解。”他会当来对这个问题来解决代志，他会当看到讲到底是西方净土较紧成佛，还是到处净土较紧成佛安尼？安尼咱就会当肯定家己应该是采取的，啊个观念上应该是正确。好，弥勒尊好。